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卢泽威，欢迎来到我的音感练习第六集。今天是第六天练音感了，还是在练这 CDE。我在考虑这要不要加多一个 CDEF，就是加多一个 F。在想着，OK 啦，现在开始啊。搞什么鬼？今天错了十二题呀、啊，但是有一题是不懂是什么状况，选回忆啊的那个原因，就是我上一次的答案不会出现两次了嘛，啊，OK 啊，今天就错十题了，今天就这样子了，OK，不懂下次再念的时候，应该下次加了一个 F 吧，应该会了，下第一。明天我会加多一个 F 吧，OK 啦，拜拜。假如你有看我影片认识我的话，就 subscribe 一下啦，做个朋友吧，subscribe 就可以了，subscribe 不会让你很难看的你的账户，帮我 subscribe 一下，我欠 subscribe 啊，OK，拜拜。